原标题：金代侍女红军103岁，丈夫是开国将军，儿子是武警少将。近代的中国饱受了屈辱，被列强轮番的侵略，列强在我国国土肆意的烧杀抢掠，获取了大量的利益，我国的不少文物被掠夺，美好的国土被破坏。但在全民族的抗战中，这些侵略者们也被逐一赶跑。而在和平的年间，我们依旧不能忘记那些战士们，特别是红军将领。不过如今的红军老战士也陆续的离开人世，今天要说的这个人，他已经103岁了，但身体依旧很健康，他的身上也有着十分传奇的经历，且家人也个个威武。此人就是简先锋。他出生在十分富裕的家庭，从小就接受了先进知识的学习，本身就十分聪慧儒雅，之后也来到了大学里读书。不过看到自己的哥哥姐姐都加入了红军队伍中后，他也受到了革命的感召，一心想着加入到革命中去。不过父亲认为他年纪还小，没有英勇，一次贺龙元帅来到了他的家乡，顺便拜访岳父，听到姐夫已经是红军的高官后，他十分的敬佩和羡慕，提出要加入到革命中。贺老总听了后一口允诺，而父亲见状只能同意，但他对贺龙说一定要给他介绍一个如意郎君。展开全文，贺龙听了后自然也是答应下来。到了队伍中后，他就在想着该把谁介绍给小姨子呢。如果是普通战士的话，可能文化水平差异大，沟通困难。之后贺龙想到了萧克将军，此人也是在书香家庭长大的，从小也十分的刻苦，和简先佛可谓是门当户对，十分般配。在大家的撮合之下，两人也成为了革命伴侣，之后一直恩爱多年。在红军要长征之前，千先波就怀孕了，不过他还是坚持要跟着革命队伍，就这样过雪山，爬高山，进入高原，在草地上将孩子生了下来。但因革命的原因，孩子只能被送到老家，后来被炸弹炸死。而萧克在1955年授予了上将军衔，两人的第二个儿子也随之诞生，此人就是萧兴华。他在工作上也十分的敬业，在武警部队中一直勤勤恳恳，被授予了少将。可以说你一家人都是将军。希望简先佛今后的身体会更好，每天都能够更幸福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